嗨，这里是乔治妈妈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全家 Family Mart 来吃这里的关东煮，因为它现在有出一个超级辣的，就是我身后这个广告，这里它可以自己选择辣度，还可以加辣，就是比原本的辣还要更辣，而且这个口味是东盐的，只有马来西亚才有，其他国家没有。走啦，我们现在进去啦。乔治爸爸在这里。嗨，因为我怕那个太辣了，所以我先拿一个牛奶，怕等一下太辣的时候可以解辣。好啦，我们来点要的关东煮，先排队。你先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原味的有，等一下给。我们买完啦，我点的是五倍辣的，这个就是五倍辣。他那个柜台那边不给拍摄，不给录像。然后我还买了个牛奶解辣的，这样的话一共是十令吉，十马币而已。嗨，回来啦，这个就是我刚刚买到五倍辣的。他那边不给我拍视频，说什么 CCTV 在拍着他们怎么的。然后还买了个牛奶，怕太辣。它的加辣加多少倍辣，就是加辣椒粉在上面，它原本的冬盐汤加辣椒粉上去而已。五倍辣就是拼命的这样哒哒哒哒哒哒放辣椒粉。那个人还叫你不要这样。那个人还叫我不要点五倍辣，他讲很辣。我吃一下看哦。你觉得？怕吃辣？我觉得我还是挺能吃辣的，但是马来西亚的辣通常是那种甜甜酸酸的，也不是特别辣。这个是五倍的，我试一下。我先喝口它的汤看一下，要看到它辣椒粉拼命的这样撒撒撒撒撒，我试一下它的汤。现在还在全家里面。哦，辣的，哦，辣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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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辣的。它的辣椒粉不是白加的，是辣的，不是那种开玩笑的辣，是那种真的辣。你们看一下。看得到它的汤是真的辣，拼命的在加辣椒粉。还吃啦，鱼蛋都是鱼蛋，那关东煮就只有鱼蛋，没有别的，鸡蛋那些都没有了，卖完了。各种各样不同的鱼蛋鱼饼，哎，好吃的，那是 cheese 的鱼豆腐，这样吃就觉得不辣了，因为没有喝汤。它烫，哦，辣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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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的辣不是那种一入口的辣，是那种吃下去你咽到喉咙之后，整个嘴巴里面加上鼻子那种连在一起都感觉到它的辣，太辣了。喝口奶，还好买了牛奶。哇，它不是开玩笑的，它是真的辣。我不知道是我这个它加的特别多还是什么，因为我跟他讲我要拍 video 嘛，他就这样不停的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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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边点他还边讲说你真的要那么辣，真的要那么辣，我讲真的要，他讲很辣很辣的，我讲我真的要那么辣。这个是鱼饼，哎，很好吃呀，这个鱼饼。它里面还有红红的，鱼饼很好吃，你单吃都不辣，碰到汤了就超级辣。这样单吃都不觉得，我是这样在汤里面这样涮一下再吃，我要就。哦，一下子。涮一下，那个辣味就上来了。嗯，好吃，是好吃的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是鸡肉丸，太辣了，我喝口奶。我觉得我还挺能吃辣的，麻辣火锅那些我都可以 hold 得住。这个有点，看得到我的嘴。
个是鸡肉丸，汤里面涮一下。这样看就完全不辣的，没有碰到汤的话，鸡肉丸好吃。想炒这样吗？炒这样不要，白虾子在旁边。这也是鱼豆腐。一样的味道，跟刚刚那个一样味道，只是比较小个的。感觉最辣的要来了。这个它吸饱了汤汁，所以它应该就是最辣的。卡子你要试吗？卡子要不要？要了，他试了等下哭。乔治还不能吃辣。他这个鲜肉怎么样？太辣了，刚刚吃了一口，因为它这个里面直接会有汤汁在里面的，太辣了，太辣了。感觉我这个不是五倍辣，我这个应该是十倍辣吧，因为它那个辣椒粉是拼命的加的。看别人去吃这个五倍辣都讲不辣，我这个五倍辣怎么特别辣？我平时吃麻辣火锅那些都可以啊，没有问题的，加麻加辣都可以。我觉得它冬盐酸酸的，一吃进去就很有红晕，还是吃进去一吃到嘴巴里，整个嘴巴马上就辣了。而且它这个还是冬盐的味道，稍微带一点点酸酸甜甜的。太辣！还有个蟹肉的牛，太辣！吃完汤我就不喝了，实在太辣了。拿刀喝不完。那刚才跟大师吃了一个荔枝口味，你要吃吗？荔枝口味。好啦，关东煮吃完啦，我老公去买 ice cream， 他在这里去给钱了，去买个哈根达斯。刚刚的太辣了，我牛奶也喝完了。看不出，看不出嘴巴红不红。如果是吃那种麻辣的中国式的那种辣的话，嘴巴马上就会红了一圈。这个没有那种感觉，没有那种化学的辣椒，不会嘴巴红得很夸张。它是吃到嘴里，就是你吃它那个关东煮原本的味道的话，它是就原本的味道嘛。然后你汤稍微蘸到那个汤，喝到那个汤的话，它就直接是辣到。辣到整个嘴巴里，痛到鼻子里，痛到喉咙里都是。爸爸来啦，爸爸把冰淇淋买过来了。哈根达斯，我现在开个自拍的那个镜头，所以开上去就是镜像了，字都反过来了。咦，乔治也要吃啊，在这边写着 limited edition。什么味啊？ Raspberry 味的。 Raspberry 是桑葚啊还是什么，不知道中文叫什么。还给乔治也吃一口，先吃了。很可爱，歪掉了。哈根达斯的味道就是哈根达斯的，我以为它里面是红色那一颗酸酸的嘞，结果不是。因为哈根达斯不是有一个冰激凌是红色的，然后吃上去是酸酸的口味的吗？我以为里面吃的不是，里面是白色的香草的，再加一点点红色的那个 raspberry。好吃，很解腻，这个酸酸甜甜很解腻。来，乔治过来吃一口，乔治也吃一口。咬那么大一口啊，你嘴巴也不用张那么大，舔一舔就好啦。好吃吗？哎，乔治要，哎，乔治要，等一下妈妈帮你拿着吃。乔治喜欢的，你看他咬了那么大一口。乔治很这个牙龈看到吗？白色那个牙龈，乔治咬的。来，哥哥来，谢谢。
乔治剪过头发，好吃啊、哦！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剪的头发。请乔治剪头发啦，今天头发终于短了，比较像小男生了，之前一直像小女生。爸爸吃一口嘛。搞到好像很可怜，一个冰淇淋三个人吃。巧克力很厚很厚，你们看，不要看得到吗？那个巧克力很厚一层，巧克力上红色的就是酸酸的，乔治还要。哇，你不用咬那么大一口啊，你可以咬小一点啊。那好吃吗？咬小一点，慢慢吃，不用咬那么大一口。大白要在的话，大白也会要。喵。是喜欢吃巧克力的。没了，爸爸吃完它吧，很腻了已经。一开始感觉很解腻，因为有点酸酸的嘛。主要是这个冬年，那个冬年的关东煮太辣了，直到后面觉得它太甜了，太腻了。哎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吃完它吧。还要？哦，乔治，你还要？哎呀，他拿手整个拿着了。哎呀，小乔治拿手整个拿着了，好恶心啊！要帮他擦手手了。哎，宝宝喂。他不要你喂，他要自己吃。他只要自己吃。回去要洗手手了，这里没有地方洗的吧？嗨，它这个辣的关东煮呢，只是到9月1号而已，所以如果要去挑战的话，要尽快啦。你们有吃过的话可以告诉我，你们觉得辣不辣？我自己是觉得五倍辣，很辣啦。如果不能吃辣的话，你吃它原味的冬眼就已经是辣的了。如果你能吃辣的话，你可以先从3倍开始，因为你吃到3倍你觉得不够辣，你还可以叫它加那个粉进去的。它加那个粉就这样撒撒撒撒撒而已。哎，拜拜。来，乔治，拜拜吗？拜。乔治拜拜吗？乔治还在吃 ice cream。啊，乔治吃吧。